下面我通报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情况及健康提示。4月9日16时至11日16时，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4例，均为确诊病例，朝阳区1例，丰台区3例。广大市民朋友近期非必要不出京，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行或出差，谨慎购买疫情高发国家及地区的商品，减少不必要的聚餐聚会，继续坚持规范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常通风、少聚集等常态化防控措施。风险人员要主动报备，进返京人员要严格落实核酸检测、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。核酸检测结果未出之前，倡导居家办公，如出现发热、干咳、腹泻等症状，不带病上班上学，不参加社会活动，应主动筛查，及时就诊，主动报告医生旅行史、接触史等情况，便于及时排查。